丽琪，干嘛？我在换衣服。早上做好了，吃了带去找工作吧。知道了，你放到外面吧。这早餐是人吃的吗？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大姑姐，怎么啊？你没见到我发哭？哎呀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怎么啦？婆婆，你看大姑姐她故意踩烂我的发箍，不小心踩的。俺妈昨天刚生给我们弟媳，新买的能一样吗？干嘛？相聚分离，有谁心痛？叫谁个？小个就跑他的鬼。藏在心中，花谢花开，春去秋来，我怕等不到你的爱。又是鲜花凋落的季节，谁能看见我心里的泪？闻不到梅花开的香味，也许已经枯萎。谁还在意我流下的泪？如果爱要让人心碎，我的心。老板，我看到你们外面贴的那个招聘的是要人吗？现在经济不景气，我们之间现在只招兼职，不招全职。这样啊，那好吧，兼职也可以啊。这里八块钱一个小时，下午两点钟上班，可以的话明天过来吧。好的好的，可以可以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行。岁月匆匆，像一阵风。多少？哎，你好，你这里有这个发箍吗？没有哎，没有。好的，谢谢。谁能无泪？爱恨交错。老板娘，这里有这个发箍吗？不好意思，这里没有。美女需要点什么？我想看一下这个包包。这个是今年最新款的包包，秋冬的话比较好搭配衣服，你可以试试看。这个包挺好看的，多少钱？这个是原价699的，可以优惠一点吗？不好意思，这是新款不溢价的。行吧行吧，帮我包起来吧。好的，付过去啦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表姐，你这个发箍哪里买的呀？这个吗？是呀。哎，真的一样耶，哪里买的呀？在拼多多啊。那你这个发箍可以先卖给我吗？那不行，这可是限量款的。哎呀，表姐，你就让给我嘛，你看一下多少钱。哎，你真想要的话178给你吧。好吧，我微信转给你。要明白爱。
你先说吧，你的发卡给你修好了。哇，跟新的一样。大果姐，今天是我太冲动了，把你的包给踩烂了，都送了。哎呀，我那个修一下就行了，这个这么贵，我不要，拿去退了。哎呀，你就拿着吧，退不了了。你那个都用了10年，那么旧了。今天工作找得怎么样？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了。